本盘主讲周虎心拳四大型，周虎心拳鸡麻熊龙药虎猴燕蛇猫，总共四大型。鸡型我们在摇干嘛里边已经详细的讲解，包括鸡腿还有这个鸡骨摇算嘛，摇干嘛我们在这里不再详细讲解，光盘里边都已经讲过了。我们这里主要是讲解从马型以后的九型，首先做一下示范，整体的马型开始。
首先做一遍马奔道。这是马行的马奔道，我正面慢慢做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侧面，注意坐的时候轻不带起势，往前走的时候，两个手从胸前往前钻，坐的时候是两个手刚开始往里面拨，刀又往里面翻，往下按，我慢慢坐一下。看一下手型，往里边钻裹拧，到位往外翻，我手往下按，这个时候两个手往身上钻，往前打。再看一下，再慢一点，脚和手一起到位，往回钻，胸口往前。双手是并在一起，我在这边做一下，再看一下正面。注意做的时候，两个手从这个胸前往前往上钻，手背向叠，倒完以后，两个手往外翻，往下按，按住，然后起来以后，这个手往前，整个身体往前打。注意打的时候，两个肘夹住肋骨。往下，往前走，加速。好，这就是马奔道。好，我们再讲解一个马行的实战中的具体应用。我先慢慢做一遍，看一下。好，我正面慢慢做一下，往前拉过来，往下面慢慢缩一下。这个马行和刚马奔道大致相同，关键不同的一点就是腿要提上去。可以，往前拉，落地的时候都是双前拉的。好，慢动作看一下，往下，感觉像提鞋一样，就这样往回拉，落地又往前顿步，慢一点做。好，看一下正面示范，慢一点做。首先从这里钻出去往前拉。就像拉筋体一个动作差不多了，往下落地往前蹬，注意打出去以后肘要夹住肋骨，整个身体往前打，往前做，这样再慢慢做一下。这个是马行打法，做的时候
真正用的时候，一定往不管抓奸还是爆头，一定要快往前挤挤。如果对方一旦逃掉，就往前打双拳。你说对方不管是出拳也好，你主动进攻也好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往前走，可以这样做。好，这个是马形。好，下面讲熊形，熊形动作熊后马，熊后马又叫熊横马，就是那个横竖的横，方言中叫熊后马。下面我首先做一遍，下面详细讲解一下熊横马坐的时候轻不单起势。第一动，肩膀要活，熊形主要提起膀活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肩动，第一动这个手肘加肋骨，大家可以看动来这个熊，它一般坐的时候就是肩比较活，看一下动作合出劲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动，肩膀要弧，整个身体合出劲，注意手型啊，这样扣住。第一动，这个手肘加肋骨，大家可以看动来这个熊，它一般坐的时候就是肩比较活，看一下动作，合住劲，看一下，再慢一点动，肩膀要活，整个身体合住劲，注意手型啊，这样扣住。第三间道，第一动肩活，肩膀膝盖第一间，三间道，注意手型是这样过。好，再看一下这里，好，这第一个动作，然后第二动做了一个横向的发力，就是熊横马。啊，我先慢慢做一下，看一下第一这个肩，合住劲，往外，后脚跟步，最往前横发力的时候，肘加肋骨，整个肩膀放松，横着，合住劲，注意中节要活。左边的一样，好，这个是熊横马。龙形我们选择青龙出水代表动作，青龙出水最后一个动作也叫横拳。横拳的具体方案在司马锤已经详细讲解，我们在这里是把大型说一下，轻不单其次，往前第一动穿过去，这个后肘然后举下来，喉出蹲，喉出蹲以后横拳，横拳发力不再讲，说第一下，看一下慢动作，注意步伐移动啊，
好，豆芽这两次吧。清出水，第一动一定要做的时候要快，重心往前移，使劲往前走。你比如说要盘步的人，往前走，第一动，一个手移，一个手往前投，啊，往前重心要往前，一、二，做个小垫，看一下这里。关键是第一下重心往前压，比如说两个人这样打着往前，一二三，横点出水。好，这个是轻松出水，药型，药型代表这种是药之入林。现在流传的很多这个药型练法，有这种穿往前穿梭走的药型。但是我们在四把锤练习的时候，都是药之入林，都是这样放的。大部分人这个练的时候练不出来这个动作，实际上我们不能光摆个架势，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包括劲力含义哪一把拳的意思都要打出来，要真正做出来，这样十大营才有个意义。现在我先做一下这个药型，好，看一下正面，这是药入林，我详细的讲解一下。要入雷，第一动舒伸展躲刺，这个要在入林的时候，它一般的话就是往前俯冲的时候都是先裹住翅膀然后再展开，这样才符合要型的规律。我们说西进六合拳十大型是观形练也，一定要趋其神意。好，下面我说一下，慢一点做，正面先正面做一下，轻不带其次，慢一点。先梳刺，第一动。三千道要求。好，看一下侧面。看一下这个背面，好，这是第一动，下面第二动，舒伸，出入一口，上后脚上木，同时右手。也就是后手往前做一个劈动，慢一点做，上木劈，这个后手同时举起来，原来放到这个部位，然后往前起来，注意这个肘尽量往肚脐眼这边合出去，这样肘与脐合。再慢一点，第一动，
上部往前做一个劈，后走由虚到伸起来，等拉长。我用力，大家手停变化。本来是书身打出去往上，身体展开，整个动作做的期间要有这个，要入林这个姿态。我侧面做一下，上步看一下手型，注意中节，中节要舒展。手伸直，换一个方向走。注意做的时候，重心先往前劈，再往后拉。要住，如果做的快了，身注意要注意身法，往前走的时候，头重点，然后往前走，包括前面都一样，往前合住，打过来。好，这个是要入雷，虎形，十大形中的虎形，虎图提起这个神影，但是这个。起势当中，这个虎扑也叫虎扑，也叫虎力窝，但是这个含有其神意，没有其神态。真正的虎扑在练习当中，必须整个动作从起势到整个往前扑出去，必须牢固那个势态往前，整个往前拍下去。这是十大型所说的观形练影，一定要去其神意、神态。首先我做一遍，好，再来详细讲解一下。第一动，虎坐坡，虎坐坡具体的发力在四把腿已经详细讲解，这里不再具体说。这一动是往后一个发力，这不太详细讲解了。第一动看一下，就像老虎蹲在那里，和虎坐坡，叫虎缩山。看一下第一动啊，慢一点，一、二、三，也就是说手在空中画三个圆。第一动，二。三，好，虎扑，它主要是讲一个向前的姿态，三个两个动作，虎坐坡，向前的扑的姿态，我慢一点做，大家看一下步伐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一瞬间就是整个姿态成。往前扑，只能扑上去，往下按，要呈现出真正的那个虎扑的状态。好，我再慢慢的做一遍。一，第一下往前闪，二，三，注意空中三个圆，最后一个四代字。整个身体展开往前按，就像老虎本来是蹲着，然后往前整个扑上去。好，我再慢慢做一遍。九分三，一，二，三，好，再做一次，换个方向。
一往前，二三，二三。好，我正面做一下示范，看一下正面这个手型变化。第一下二，上木三四，好，再做一遍，再慢一点，注意两个肘不要往外张，上木二三，再看一下。头在侧面再放最慢的速度做一下，看一下手是吧，一上步二上步，这一下三跳远，慢慢做一下，二往回，这弧形再做，好，这个是虎扑的动作。猴形，猴形代表什么？白羊送狗。白羊送狗有两个动作，一个猴速蹲，一个是白羊送狗送出去。它主要体现，一个是猴形主要体现在灵性上面，身体灵活。中节主要体现在这个背。背部一个往前伸展，做了动作，怎么动作？稍微有一点含胸拔背的感觉，往前。好，我首先慢慢做一下，头伏蹲，往前走，好，下面详细示范一下。第一道做红树蹲的时候，可以左脚也可以右脚都可以，往回做一个小跳，同时手往回挂，我要慢一点做。第一道双脚做一个交叉的小跳，看一下，头型一定要轻盈，慢一点走，看那个脚和手的配合。好，看一下侧面，慢一点。这是第一种，如果做快了就轻一个小跳，正面。这是第一种猴出的，第二种在猴出的基础上更好，然后往前看一下步伐，一二白羊送骨，注意身往前弹，背稍微弹一点，好，再看一下，不慢一点，一二转一样，往回扔起来。好，我做一下正面慢动作，一个小跳，一看一下手型，一二，往前捋完以后
再往前只能往前拖出去。对，还行，把位往前，不能再稍微有点往前拖。看一下属性，好，这个是佛型。雁形，雁形主要有三个动作大致组成。第一个动作是贴地朝，第二个跳起来，第三个动作做一个鹰捉收拾，也是撞丹田。这三个动作，好，我首先慢慢做一下。再做一遍，慢一点做，看一下。好，再是这边做一遍。这是跳起来空中动作，双操吧，断丹田。好，详细讲解一下。第一动，首先轻步再起势，做弓往前做一个动作，往回走的时候，整个身体要拉过来，我先慢一点做，双手往上起，慢一点，看一下，这是第一动。正面做一下，还做第一种，先看一下手机，注意身体整个动作要有这个灵活的，是的。再看一下侧面，前手拉过来，后手从脑袋边上走，你们往贴地往前走，是慢动作，如果做快的话就做过来。再多看一下这边，慢动作。这个是雁形第一动，第二动，在第一动看一下，跳过去以后，整个身体往前，同时往上跳，跳完以后交换一下，仍然和第一动是一样，我慢一点做一下，这个、第一动做完以后，往上跳，往下走，来一个双操。再慢一点做一下空中跳的，这个第一都做完了，好，做一下正面示范，这个、第一都做完了，往上跳，第一动再看一下这个侧面，第一个跳起来，第二个打一个双操吧，那具体多快的时候，两动一般的连起来走，你看，一下，第二种一般做的时候和第一种整个身体凝固灵活要连在一起。第一次做完，第二啪直接接着打一个双操吧，打完以后往回做断丹田，断丹田
以前叫壮中节。我再说一遍，往回做一个双锤，然后打一个鹰钩，鹰钩在那里不下一个，这个是雁形，蛇形。下面我首先做一下，好，正面我做一下，好，下面详细讲解一下。蛇形总共是分两栋，第一栋白蛇土性，这蛇土性抽身做一个蛇盘，一个火候路。我首先慢一点做一下，是吧？第一栋白蛇土性，再看一下。第一啊，不要紧，我们先往前谈谈。好，做一下正面是吧？注意走的时候，前手往里边滑，右手从左手上往前穿，穿出去。看一下，左边做一下。这是第一种，第二种往回抽，也是蛇抽身，也是蛇盘的一个动作。白蛇土性做完以后，右手在上，然后左手在上，往回拉，拉到这里合住劲，不要慢一点。白蛇土性往回抽，二，火横的动作，具体火横动作，在周星第一盘已经详细讲解，我们这里重略。好，现在再看一下正面，一，然后左手在上，抽到这里合出去，哇，有关这个捆身放网在蛇形当中运用是非常多的，比如说第一个打完，第二个往回的时候，右手尽量摸右脚，拧着身体摸着右脚脚跟，如果身体自然就打不到了吧。一般摸不住，我再做一下这边是吧？一、二、三，看一下，这个手往这脚上挪，往前多一个，这个要求难度比较高，因为蛇形是讲究身体的灵动。来看，一、二、三，换这手，这个过。好，这是蛇形。好，十二形最后一形猫形。猫形取在扑术当中，一穿二箭，三扑三。我首先慢慢做一下，是吧？一二，好，下面详细讲解一遍。轻不带起势，我要慢一点做。二、三、四，这个弓架做的比较低一点。一，先出后手往前。二，看一下。一，二。好，下面做一下正面释放慢动作。看一下，先出后手，二提膝，三转，再慢一点，一，二，好。具体在实际练习的时候，第一动，一般做的时候肘不能往外长。
做猫洗脸的动作，一二做的时候提起往前穿肩的动作，三注意是手不要往外炸走，直接从这里过来出烟，整个动作要下去。再看一下手，一二三，好，坐一下这边吃饭，一二三，反过来坐一下，再慢一点，好，这个是猫型，已经开始了，快点！冬天差不多了。
好这样想就是好，谢谢。